国民党是一个大家庭啊，这个大家庭是属于全体党员、全体的支持者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严正的党纪，任何人违反党纪，我们都必须严正的处理。所以考纪会会秉持这样的原则来处理。当然，我们于师啦，大家都是老朋友、好朋友啊，我们也感到非常不舍跟遗憾，但是还是回归一句话。这个大家庭是属于大家的，我们必须严正的按照党纪来处理。侯友宜获得全体党代表大家一致的同意而来征召为党的提名人。那在过程当中，大家也看到侯友宜的民调是当时最高的，也是所有县市长立委大家共同支持的。那今天我们大家正在团结一致，团结努力。那我们希望这个过程当中，小恩小怨或过去的这些都不是重点，真正的重点是大家都在为了中华民国，为了两岸的和平，为了公平正义，必须要下架民进党，必须要团结努力来确保台湾的安全。